今日想要带来三好心爱的人，天若春风真柔，引阮心跳人。出来做女工，伊若了解女性的纯情心，伊我无希望。一蕊变淡的车灯开，总有乌蝶心也慢慢飞来坐堆。无人会知阮怎样暗中流珠泪，做人女儿真甘，爸爸为阮来拖累，望伊身体迷人勇行行，大细心花开。到底谁人无希望快乐心自由，阮无怨阮歹关键，是为前途来担忧。伊若了解女性的纯情心，花蕊才离愁。今天邀请这位就真的是 super star 超级巨星哦，真了不起呢。系啊，我普通来做些歌星，红的歌啦，讲咱咧国内有人听了，还是讲红归个咧，真遗憾。当然不遗憾啦。他的歌曲真的已经红遍全世界，去到对只要有花侨人，都听你的歌声。我跟你讲，最特别的地方是、嗯、我呢，大概在两个月前、哦，我去那个吉林长春，吉林，我去龙岩，内、哦哦、地、哦、去吉林长春龙岩。对啊，阿姨那个在我台湾去的歌曲啊，啊，你讲阿姨唱台语歌，会唱个台语歌。我说好，那你们听什么台语歌来点呢、啊？点我，嗨死哈！头一条点的就是爱拼才赢，你知不？哦，对 对，应该嘛，这条歌较好嘛，啊、我写也无较好啦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搁点第二条啦。哦，第二条。系啊。咁那是啊，第二条点的就是嗨嗨人生啦，因为更难我改啦。你是啦，你找到头路啊哟！你是找到头路啊哟！啊好，你讲。好啦，然后我就甲讲台湾歌几条歌袂歹，叫做歌谣啦。我唱给恁听过没有？今天邀请这位呢，他跟我的关系也非比寻常。嗯，我这个。国内真侪大哥级的人物，歌王型的，平常心讲，嗯，值得我尊敬的，干阿几年尔，是安那只？安尼啊，除了伊个歌，免阁讲只，伊有一个，伊、嗯、就，听讲你真欣赏伊气魄对无？啊，不是气魄，因为我甲借钱，我拢唔免还，这是我上大家我尊重的所在。所以讲，所以这个气魄唔是每一个人拢有啊。所以到今麦阁做善，就是关键的是。听讲给你借钱嘛免还呢？啊，你也有向他学习的这个啊？我是唔捌借伊钱啦，伊捌甲累过啦。林哥，我给你解决哈，听讲没赢。哎，那我现在讲到现在，大概知道是哪一位了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波多广叶启田。听讲我刚被感动，这高唱是安尼做朋友做阿只歹。哦，大哥，你检讨一下，你奈何？真正检讨，你敢知我对你的情，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你唔知我对你是啥物感觉？你嘛做朋友，你我每摆若出国的时阵，若是拄到好食的，还是讲看到水查某有机会的时阵，我头一个想到你。就是讲你来，他排名拢无。有呀，啊是安怎啦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啦，你讲好朋友，你讲我结婚啦，阿官老去。我听你讲吗？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还我去庭院深深，你在哪里？你不得过来吧？是不是？唔对，我是无去，但是我甲郑俊一，哈，我两个事哦约束。我无娶，伊嘛未使娶。欸、啊，那伊咧娶某，我讲，你还生咧？哦，啊，你是，你实在，啊你。
无啦，你讲讲，无还是当初我是讲你个无某啊，我就同情你，我是跟你讲啊，但是人的想法会变啦。没有，我讲吼，郑经理确实呀，两个吼确实我真好的朋友哈，对吧？看来看来做恶心的啊，意思，来，咱讲意思意有啦哈。大家等一下，你看来做恶心的呀？我讲啦，讲实在哈，这是我不是啦，这是我未参加，现在有夸张啊，都是拢开玩笑啊，因为吼我吼啊人选举我讲做总干事啦哈。代表会出现啊！你有听无？你有听无？咱就摆后边啦，人就总干事，人迄个选举比人家重要啦。这大家一听就知啊，免去解释啦。无啦，唔是啊，就是啊，我红包嘛是有包起啊。啊，你得到啊，你得到啊。派陈老板做代表安尼啊吼。陈老板有去？哎呀，好啦。陈老板有去啊？我是想讲，好啦，都全世界拢去，干啦，人个连菜头都去啊！你讲咪？菜头去啊？系啊。啊，无街东啊，街东安那这伊啊讲啦。我今日连专业人去啦。好啦，我来坐。好真侪人请你去开演唱会啊嘛！是我最近哈啊，我是要去大陆哈啊，这开演唱会，嘿，这体育场啊，一场就两万人演唱会啊，然后啊，其他像爱拼这样哈，底下流嘛介久啊，啊，所以遐直直讲七八年前哈，啊，就直直讲啊呢，我们一直无法度去啊举办演唱会。哦，实是应该早都爱来去啊，对啦，你无去哦，真的有很多，我以前去过，但是他都对你的歌曲啊，对你这个人，真的大家都充满了疑问。知道那个歌啦，可是不知道那个人呐。就是要看弄弄。快点带我来，特别点能唱代表这样呀。哎，你就伊就是原来无去，拢伊咧蹲介绍嘛，蹲个哦，你感觉这介绍有够啊，伊就去啊。哦，蹲七八年哦，开玩笑，哥，我今天才跟你莫去别菜嘛，骂你都不罢菜了嘛，骂你个蹲到天，人都不爱。嘛是有这情形啦，但是我哋啊，这七八年前、十多年前的立法院服务哈，对对，啊，不方便去啦哈，是啦，嘛是有呀，是啊，你也为国家做代志，啊嘛为咱台湾的听众做代志，啊，你有个算代志未做？做这代志，我今嘛是吼活在这个一个清算自己。生活了，清算自己哦，我清算自己。说真的，我们在这里露营哈，啊，嘻嘻哈哈哈，啊，但是哈，我人生哈起起伏伏啦，哦，成功的条件啊嘛是有爱拼才会啊，哈，啊，这每一个人的成功啊时阵，到失败冇失败时阵，沿路拢好朋友咧收，即个你收听啦，是啦，有啦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像二十年前啊时阵，我嘛是哈啊跋倒去安尼哈，啊，等下个歌坛呐，陈老板就出一块唱片，伊阵。二十年前出一块唱，对，这一百万哈，诶，酬劳会给他弄，拿动安尼啦，吼，安尼啊，所以就是人诶，失落诶时阵哈，啊，就是吼，爱，当然咯，大家拢知影，爱有家己这勇气，啊，有朋友收，诶，朋友收听安尼啦，诶，啊，所以我人生起伏哦，改节，啊，我即马阿杜阿讲啊，讲我活在清算自己啊，哦，就是讲吼，我已经吼，我。我有迄个机会吼，嘛做成功嘛，存足侪钱诶。像参加入政治，我也去加入吼政党，安尼我伫立委嘛要去做。但是你赢得尊敬啊，我感觉人生这价值观的问题。那你讲跋倒，跋倒哪好紧？无人看到，管别个路啊，对不？可是他这个代价付出的也很大，付出他的整个家庭呢，还有事业。你讲是咩啊？做世界做立委做个了钱是我一个啦，做官吼无惊吼，无惊无不搞，无爱搞我做诶。因为刘家芬老公实在，阮两个吼，伊就讲哦，我若选举吼，佮当选吼，嘛是两袖清风啦。吼，啊你若无当选吼，啊就是吼，嘛是愈凄惨啦。所以规囡仔带去啦，啊我过年哦有走去美国甲看啦。
啦。啊，我等你。你安尼讲，我伫贝加斯是表演的时，听讲伊坐你台卡啦。你拄安尼讲，我马上送你一首诗。哦。两五清风酒一杯，名利富贵半空杯。好，安尼就好啦。阿彪嘞，阿彪，阿彪，我阿咪收着啦。嗯，啊，等我再讲。阿彪，你等我再讲讲你啊。无，阿即嘛，阿做正经讲诶意思吼，我能体会出来啦。名利富贵嘛是真重要啦，好不好？对啦，特别，我特别不是来搞麻烦嘛，是办乱。以后再看下集啦。好啦好啦，来来，好个唱一段。咱来唱歌，嗯，来唱歌。嗯，我嘛想讲阿你啦哈，嗯，然后这个蔡幸娟小姐哈。哎，嘛是过来合唱一条啊，安尼啦。你大家拢跟你唱啊，你话你之前来过来唱啊。不是啊，唱去唱啊，拢不是啊，唱我这句啊。但我即摆春节你跟我合唱呀，你也要占去，你也要唱去。不是安尼讲，我讲你的节目阿杜阿上实在吼，质感足有诶，安尼。这是其中的一集吼，一集的十分之一嘛，也无。阿官你也注意哦，三天啊，甲伊唱歌容易爱得伊哦。真的啊，我顶在甲伊唱，我两个就注意了，你两个来吧，我给你看了哟。这观众朋友啊，大家都知啊，春节你讲唱诶，啊，那我们节目才能轻松。那当然了。来，即摆欣赏恁两个什么歌曲？恋爱的车。你们两唱者，我特别去练好这个歌呢，还得来盖一曲。好，好，大兄伺候一下，恋爱的车。小家庭，袂到一月就搭恋爱车。熟悉，袂讲一话就等日落西。送落娘，袂讲一话就搭恋爱车，声脉脉，哥哥，声脉脉，哥哥。全无通，伊是行船拄风浪。但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想是行着海边风。海风无情，笑阮憨。
错乱，心茫茫。情拢想自己，不知疼亲你怎呢？思念想袂起，只有今生，予阮有真啊多委屈。盼阮思念你，听无错讲起，有笑不休，有爱意。到底现在是也是？尊意，岸边弟兄姐妹，这两首情歌，好就是一些歌。这首歌在这里跟你告别。别忘春风，一旦听了真好的歌，莫忘记每礼拜三拜四暗时九点半，等你们哦。晚安。想起无惊的运命，心肝想痛也怨痛。别人有疼痛，阮是无亲情。今日青春孤单影，山盟多情兄，梦兄的船只，早日回转岸边城。岸边思情，今相吃。等你入江东路上。